中国新科里委是宣布要北京修法核电厂的演绎规范，全国火协行动平台的批评，这是政治超过专业，替老国核电厂开后门，让全民承担风险。环保团体灿联表态反对老旧核电厂延续，面对国民党新科立委最近表示要修法取消核电厂延续要提早申请的时间限制，环团认为安尼做是凌驾核安，违反专业伦理。国民党立委一刚上任就要违反专业伦理来草率修法，我们要讲核电延役的最大障碍不是这个法律规范，而是机组老旧是否堪用，耐震系数是否足够。宽团以核三做例，指出到今无完成乡村断层的地质调查，另外动车时兴建的时阵核三无进行宽评，认为若要延续，必须要定做宽评，嘛爱做完整的地质调查，审慎评估安全风险甲社会成本。整个过程到底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经费？不是国民党立委在旁边喊一喊，其实就可以达成的事情哈。面对在野党带着民意基础，可能以过半席次推动修法，宽谈认为时空环境已经大大不同。过去伫断层顶头起核电厂的错误选址，到今已经无合时宜。40年之后，你要重新评估它能不能延役的时候，这些条件就必须重新拿出来谈了，这就变成它绝对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延役的一个条件。核电厂延役至少要伫运转执照到期进前5年前提出申请，未转又是5年。核安会表示，这是参考美国的做法，要让管制机关有够的时间来审查，阁有让电力公司有充分的时间完成必要的检查甲改善。老旧核电厂延续是毋是爱宽屏？环境部表示，这是假设性的议题。现阶段政策还无规划，会收集相关的资料，才阁按照现行宽屏认定标准，深入进行研究。记者林明霞、纪文台报报道。